知力甚是去不得，何以故是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论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曾以舍财自利土地，无量欢喜，拥护慈母得大安乐，离欲眷属，或以身下身无杀害，去诸贤为恭喜参母及光绪眷属，应就是肉可月玄关能力慈母不得安乐，可以过失灿烂时有无数而归，期望良亲美与世行邪，使我造灵舍在土地灵气呵护慈母，使因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皆安乐故，便可摄佛大诸土地方为杀害其去眷属，以是之故凡养持守持莫取损，有言菩提临命众人不闻善恶，我于临时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求善根曾我离佛是言菩提行善之人临命中同时已要拜见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皆亡人领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生死昏迷，不变善恶，乃至言那根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舍他供养，转度尊敬念佛菩萨名号，若是善愿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是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他身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悲人处，无见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多，恶趣者寻迹皆多。佛告诸名贵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入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此生世世如魔推世愿，总领解脱，永得安乐。贵王拜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永护念佛众生，生死世世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一生世世心受我欲，心不解脱或大利益。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十大鬼王主名者，已曾敬拜千身作大鬼王，一生世中拥护众生，十大师慈悲愿过现大鬼身，十非鬼也，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皆名安乐。世界名尽除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十大鬼王其实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成佛名号名第九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第一事，一生世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流到众生，言不思议，是尽真实事，唯当所说无极涅槃时，如照彼时愿，无疑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毫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产生恭敬，即得超越世事皆生死重罪，何况所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或佛。
无量无边有余过去恒而沙劫有佛出世后报心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看之心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有余过去有佛出世后摩头摩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比喻阿根世人当得千般身语流于天中何况此心成年有余过去不可说不可说生起皆有佛出世好事之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无量诸佛摩顶受持有余过去有佛出世好去了生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知心忏离和佛赞叹世人于现界前佛会为大梵王得受生具有余过去有佛出世后毗婆室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而到长生人天受生妙乐有余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后报生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而到常在天上受生妙乐有余过去有佛出世后报生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有余过去无量而生起皆有佛出世好袈裟创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有余过去有佛出世好大通三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这是世人得于恒河沙佛广为说法毗成菩提有余过去有净月佛三王佛智胜佛净明王佛智成就佛无上佛妙胜佛妙月佛圆明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的生死世世只得大利终不多而道若有临命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众人出见罪与业报等悉得消灭是无见罪随之其中恭敬一切了不得尘世临命终是他人为其成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切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活佛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众力波利波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利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定切地萨摩尼波利波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利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定切地萨摩尼波利波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定切地先去我的藏红盖三途流道绝尘埃普光文如来受记十载皆因上莲台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物命，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智慧与慈悲，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获得安乐。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因此，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保护一切生命。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07-221-2323，划拨账号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今日，大力天公一切众会
说言菩提不是较量功德心中如当地地无为如说地藏白佛言我以是誓愿要欲闻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有诸国王在佛大乘大藏者大刹利大波罗门等若以罪下贫穷乃至龙残阴牙龙齿无末如是种种不完具者是大国王等于不是是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孝亲手便不是或是人是软言为语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愿是国王等于罪贫贱卑鸡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国福利有如是宝百千身中常得其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不是地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波罗门等于佛大士或佛心相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此应般供养不是是国王等同的三界为帝是神受神妙乐如能以是不是佛力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世界中常为大法天王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此婆罗门等于现佛他庙或至今将毁坏婆罗乃能发心修不是国王等或自因般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是皆愿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往生如是他人同不是这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生更能与他妙见发挥相信如是国王乃其众人尽称佛道已是国宝无量无边佛是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千诸老宾及身成佛你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是一要因是我居士令安乐若是佛力最不是一因百劫中常为尽去天主而百劫常为流于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而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问苦生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人作如是不是我佛无量可能回向不问多少比今成佛何况十番转轮之宝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少生根毛发杀生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于佛
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形象、菩萨形象、彼此佛形象、转轮王形象，不是供养得无量佛，常在人天受生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佛力不可为喻。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他身经典或听闻以及一句法音，众心赞叹恭敬，不是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佛不可为喻。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他是大圣经典，行者不是供养赞礼赞叹恭敬，而成佛与故者，或毁坏者修不应力，或度法心，或劝度人，同共法心，如是等辈，三世圣中常为诸小国王，贪悦之人常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作善根，或不是供养，或修不他寺，或壮丽经典，乃至一毛一针、一沙一滴，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身中受善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光即三身受乐，舍一得万宝，是故地藏不是因缘，即是如是地生无法比，地是一二世间老地生，白佛也是尊，我从昔来暂时定力，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语言如体有大因缘，如文殊不懈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心，度于六道祈愿上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皆殊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一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一土是诸佛坐起看世事，众能说话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赞礼赞叹，世人具足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是以这土地供养，而这家在永安善者先往生殿，死者先存一手，无者所求随意，留者无随我在其者虚耗彼处，怕者独缺噩梦，求者出入生物，使者多于生灵，世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欲说处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不拜佛也，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处处有是经典及菩萨像，
世人更能转脱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身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诫老弟，身如大圣地，诸身少息，何以故言佛土地细毛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刀马足为故迷宝贝，从皮而又皆因如意，又常称扬地藏菩萨地，只是如此功德及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身。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度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者，若以本身力而用护持护令一切灾害，即不如一时者闻于耳，何况令受非但若多护持人，故以有十番眷属诸天眷属用护持人，何故得如是神仙用护，皆有战力地藏心相及转度世本愿经过自然毕竟处理苦海，真涅槃乐一世之苦，得大用护见闻利品平地十二世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号相光，所谓百号相光，大百号相光，瑞号相光，大瑞号相光，宇号相光，大宇号相光，子号相光，大子号相光，清号相光，大清号相光，碧号相光，大碧号相光，红号相光，大红号相光，绿号相光，大绿号相光，金号相光，大金号相光，金云号相光，大金云号相光，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月轮号光，大月轮号光，宫殿号光，大宫殿号光，海运号光，大海运号光，玉定门上方如是灯号相光，立出微妙音高出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定故，今日已逃离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一等是不思议，是超生因是增是地是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思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中而起无归而障，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过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生所有功德，即不思议为生之力。我闻世尊于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起功德，又不能及想者有梦，世尊不告大众于称扬地藏菩萨地，但是为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菩萨，一时令天龙八部战你我呼呼高观世音菩萨，如一说破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若名者见若行者念莫若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于
离不退转，转生人天去受妙乐因果，将受一佛受记录进去，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法，不听无玄说地藏菩萨。